沾一点。这酱都自己在家里这样自己做就好了，这里放上去，哇，再吸压给起来。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干杯。嗨，这台是我们之前最好是都买来开箱的那个 Brandtech 的123主机。对，然后我们开箱之后有好多的老会员观众来询问说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帮大家找原厂来争取这个优惠价。对，然后我们有试着去联系，经过这两个月的努力，终于有帮大家争取到超级回馈价，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。好，各位，这次帮大家争取的组合有进阶款的 A 组跟 B 组，然后都是比好事多那一台还要高阶的进阶款。对，然后 A 组就是我们现在桌上看到这个跟你去百货公司通路购买的话，价差将近10000块，差快一万块、然后 B 组也价差将近5000块，但是我跟大家讲都是限量限量，因为很重要，我要讲三次，所以你想要买的朋友，你自己动作快，先去点连结然后我们稍后会用这台进阶的575做大约10到12道料理变化，使用变化还有我们片末会抽3台575主机，抽3台哦，3台哦，一台这个你光是买这台就要20000块了，我们抽3台6万，6万哎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575的主机组合，好哦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 组的575主机。对，主机的这个面板你看它这个操作就是按键还蛮直觉式的，然后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这个一键清洗这个是高阶款的才有对，还有这个专利的五角杯，然后它里面也是使用这个超厚的不锈钢钝刀。好，那你看它这个盖子就是比好事多那一款会更好盖，也更好拉。上方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投料口它不止投料，而且它连搅拌棒都可以直接下去。是的所以它这个整个细节我觉得都比好事多那台就是明显更进阶，有差哦。好，那它还有一个扭扭杯的四件组它这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搅拌杯，那一样有附杯盖，然后像它这一个是我们在打浓稠食物的时候就是它可以这样搅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会很方便。对，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有专利的这个搅拌棒，它可以这样刮，而且各位，它这个搅拌棒是做的是有幅度的哦。对，就是针对它这个使用的时候有一个幅度，会让你很好用的，比较好用。对，细节上有设计过。对对对对对。这样扭扭杯组在百货公司要5900元。这样整个 A 组你去百货公司买大概要25800-25900，对，要将近26000块哦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便宜将近10000块。然后各位 B 组就是这个575主机然后再多送一个这个德国的这个法兰马克杯，这样的一个价格百货公司便宜5000块。好，那夏天要到了，我们先来打几样果汁。那先来打一个最简单的，就是这个番茄苹果汁，早餐店也有在卖哦。那准备的材料很简单，这些番茄和苹果呢，那个坑对吧？蜂蜜可加可不加，因为干杯喜欢蜂蜜，所以我加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加一杯的冰水，盖子盖起来。那我这里再来一点，这杯我的，两杯一样多。然后你看它打完这个杯壁上面都已经没有那个番茄的皮，有没有？全部都被这个钝刀粉碎了。耶。好细致哦，真好。你会不会觉得不够冰？会啊，不过好像很多人在喝养生，真没有喝冰块了。这个如果是干杯打，应该半杯都是冰块。错，我的是变成冰沙。对，你的会变冰沙，喝起来很顺，都没有渣渣哦。对，那我们再打下一个是什么？四味果汁。哦，好，各位那个好喝哦。四味果汁的材料它也很简单哦，你看它像它是这个凤梨、芭乐、木瓜、柠檬汁跟一些砂糖，因为有柠檬汁会酸，我们加一点糖。冰块就把它放在最上面，
那这个盖子就是一定要把它压紧哦，哈，往往下压。哇，看起来好棒哦！一倒出来就闻到那个柠檬的香味哦，那个香气好棒。对啊。哦，这好好喝哦，酸酸甜甜的，好赞哦！还要加一点冰块，要凉凉哦，这超赞。对对对对。哦，好刷脆哦！哦，对啊，而且各位，我们自己在打哈，那个水果都放很足，你这个整个那个香气哈，跟外面呢比起来，真的是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靠那杯啊，一起叹气爱成本，嗯，咱家己在啉哈，唔免成本。咱较敢啃，哎，对对对对，真的打得比店家的好喝，好喝。如果说大家打的时候，如果有多打哈，你可以用在这个玻璃瓶里面装起来放冰箱，哦，对，随时拿起来。就摇一摇就可以喝了，对的，哦，这个也很棒，对的，很方便哦。嗯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打芒果冰沙，可以。那我们底部先把芒果放进来，这个芒果我们有稍微把它冷冻过，啊，那个冰啊，哈，对，那再加一点牛奶，冰块就放在最上面。各位，冰沙模式。好。那些吃掉，太棒了！哇，满的啦，一人一个，真棒！真材实料的芒果，对啊，规杯拢安尼拢实的呢。你这个外面可能要100块喽。哦，啊，上面都是自己在切芒果丁。嗯，嗯，好棒！哦，用这个爱文芒果打，好香哦。哦，好香，对，而且要吃到果粒。好，各位不要看了，赶快在家里打一下。现在今年的芒果好便宜，好好喝哦。嗯，而且咱这无掺水的哦，不加一滴水，各位美吗？超美的，而且又超好喝的。不止平常家里在打饮料，没有，因为最简单的那个什么啊，木瓜牛奶、洛梨牛奶。嗯，对。我本来是想要打，但想说那个太简单了，大家都会打，反正打开够人不要搞哎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那个我们就不打了。对。那接下来我们再可以再分享什么？可以做绿拿铁。哎，对啊，你好像这次那个绿拿铁是那个里面的成分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哎，材料有一点变化。好，那我这两杯我们吃完，待会再来分享绿拿铁。嗯。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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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来，继续你也来哈，来你也要哦。你好像阿公阿嬷哦。在喂阿孙在吃东西啊，赶快啊啊！好，接下来就是绿拿铁了。准备绿拿铁其实是蛮容易的哦，你就是只要这个蔬菜的比例大概是3，然后水果的话就综合水果，像今天就是苹果、芭乐、凤梨跟奇异果。水果的比例大概是7，蔬菜的部分的话就是常用的什么青江菜啊、菠菜啊，像今天这个是地瓜叶，尽量就是用那种深绿色的蔬菜，然后再准备一点这个坚果，这样就可以来打绿拿铁了。倒进来，60秒就可以了。哦耶，60秒。这颜色看起来的就健康哎。对啊，超漂亮的。好，各位一杯啦哦，水啦，来。哦，好赞哦，这个。还有那个坚果的香气，有没有？对，还有坚果的香气。哦，这个比外面的打绿拿铁还要好喝。啊，自己打的话，就是食材你可以自己变化啦。对，然后它的成本其实也很低啊。那你这个跟外面比起来的话，你自己打一杯，它成本可能不到30%哦。我觉得早上啊，如果起来的时候，如果有时间，你就是前一个晚上把材料备好，早上这样子快速打一下，喝进去，然后一天就觉得哎。元气满满的嘛。哦，对啊，刚好就是打一下，全家人一人一杯。第二剂量就不会健康，一天早上健康的开始。对，好，各位，接下来是牛牛杯上场了。对，我们要用这个牛牛杯来做一个蛋黄酱，就是美乃滋。那准备的材料有这个蛋黄、糖、醋、盐巴跟植物油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材料都先把它放到这个牛牛杯里面。
那我们这个用低速来打就可以了，就是在这边按这里。那它混合之后，我们就来倒这个植物油。那你打到听到它有一点空转的声音的时候，就是这个酱已经好了。好，那它打好的状态就会像这样，超绵密的感觉。哦，大概一些就可以了哈。对。看要吃多少，淋多少。超赞的。嗯，我这个蛋黄酱用沙拉很适合。嗯，酸酸甜甜的，很好吃。对，吃起来算蛮爽口的哦。嗯，你看我们就是炸的东西就是很单纯，该有的东西有，其他不会再加一些什么添加物、防腐剂什么之类的。没有，主要是它可以做少量，嗯，很方便。然后我们这个做好的蛋黄酱啊，它还可以变化成像那种常用的千岛酱或者是蜂蜜芥末酱。哦，对，嗯，我们来弄一下。好。好，那我们蛋黄酱已经分成两个了哈，这个就是要来做千岛酱的。那做千岛酱的话蛮容易的，它就是我们做好了蛋黄酱，再加一点这个番茄酱来混合就可以了。哦，对。对，那我把它挤进去哦，那这样把它混合在一起。那我觉得这个千岛酱，它其实如果你在做那个除了沙拉以外，你做那个三明治啊、吐司啊，或者是汉堡类的，它来当成那个抹酱的话，也是很合适的哦。哦，对，对，气味真好。嘿，那这样子千岛酱就好了。那我们来做这个蜂蜜芥末酱。蜂蜜芥末酱的话，当然就是蜂蜜跟黄芥末咯。对，那我们来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只要把它混合。这个比素食店的好吃哦。哦，对啊，素食店沾鸡块的。哎，我们干杯，我们等一下是不是沾鸡块来吃？这一定要的。对啊。哇，小黄瓜来了，哇，鸡块也来了，我们上吧。上吧。啊，各位赞啊，哇，好水。哦，好赞耶，好喝，超好吃的。自己打的这个哈，我跟外面真的是不一样。我们的蜂蜜比较香嘛。我要那种酸酸甜甜，还有加点那种芥末的口感，很棒，而且你光知道说我们自己打的哈，都没有加太多的添加物，吃起来就很爽，有道理，好，来各位，不要说没有照顾各位了，来，自己人，好，来这块你的，这样沾一点，啊，对，那我就这样，哦，那很脆，有没有？天哪，那脆的声音，烤烤烤烤吗？哦，夏天吃这个小黄瓜这样子。刚一餐也不错哎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各位，我们接下来要打这个花生酱。对，用这个扭扭杯来做花生酱。那这个也很简单，我们就是只要有这个什么炒过的、烤过的这种花生，直接放进来杯子里面就可以了。那我要放进来，然后接下来我要按了。好，我们用这个高速来打。哇，各位打好了，好绵密，好香哦！刚刚这盖子打开的时候超级香的，哦，那个花生超香的哈，哦，超香超香。这个哈，哦，不加一滴水，直接就这样打一打就好了。对，直接放花生就好了，都不用加油了。哦，你给他看，看起来超赞的。有啊，家己做的花生酱，你也看，迷一迷。我上次我们朋友，哦，来看到我们这个哈，哦，扭扭杯啊，对，他说他好羡慕。哦，对，我说啊，这个有什么好羡慕？有什么好羡慕？不是都一样吗？他们家也有买，但是他们家不是买这个品牌，他们是买其他品牌的。对，他们家那个因为那个就是杯子都比较大，大，对，所以啊，他没有办法像我们这种扭扭杯一次就打我们一次需要的量。对，他一次打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他那个杯子大，你太少打不动，杯子在那边空转。空转啊，那你量大的话，你一次这样，如果说好打个花生酱，要打个三四罐、四五罐，被吃几档哎。对，吃几档吃不完。对对对，所以他一直跟我们说，这个扭扭杯像这种家庭使用，真的是超棒的设计。对，哎，这样我的花生后片也涂好了，我要把它送烤箱，让它烤香一点。哦，好哦。撒上一点杏仁片。哇，各位，烤好了。哇，够水的啦！这你们吃不吃香啊？哦，好香哦。嗯。快做，上赞哦。嗯。
汤贡贡贡贡汤，嗯，一点添加物都没有，好吃，超好吃的。早餐抹这个很快速，嗯，它每次量又不会太多，不会，吃多少用多少，再打一次大概可以用个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吧。嗯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打芝麻酱，那一样准备这个已经就是有低温烘焙过的这个白芝麻，哇，一杯，对，我放进来。哦天啊，各位，那个芝麻的香气整个哦，从那个鼻子这样窜到脑门。哦，紧嘞，大概你边偏一下。哦，你有偏点无？各位，你有偏点无？有偏点无？紧。有，较歪。哦，各位，怕胖的啦，飘香。这个真的，那个刚打出来那个香气实在是有够香的啦，香爆爆香。哦，啊，那我们现在有多少？有白芝麻，有花生酱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要直接来做个那个？麻酱面，对，那来这麻酱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这个白芝麻还有花生，我们要来调那个麻酱面的麻酱。芝麻酱先放下来。回来了。三匙，然后我再放花生酱。哦，我这放这个量放得很足哦。你们待会要吃麻酱面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哈。可以醋。然后再加酱油。再加一点点的盐巴，多一点。那这样拌一拌之后啊，它还要再加开水把它调开，然后开水的部分就是慢慢加，少量的加。哦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哦，完成了。我们就慢慢用开水把它调到一个合适的浓度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干杯！我觉得你煮这个面有点多，很多。那果然是大胃王要吃的。对，他们都很能吃啊，看他当然用多一点。哇，哦，其实还蛮香的哎。对啊，超香的。自己在上面要吞口水了，真香。啊，那麻酱面的碗好啊喽。对啊。刚刚好，赞吗？嗯，那麻酱跟那个花生酱都是刚打的，嗯，酱蛮浓。那豪哥自己来了，豪哥在熟客。好，那我们打完这个白芝麻酱，你看它这个杯壁啊跟杯底是不是都是有芝麻酱粘在上面？对对，啊，它是比较粘稠的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那个温热水一杯，然后再加一滴的清洁剂，像洗碗巾，然后再使用它这个一键清洁的功能。它这个 baby 真的这样就完全洗干净。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真的是还蛮好的功能。对对，蛮好的功能。对。然后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杯子啊，它是会有一点油油的，因为我们打的是坚果类的嘛，哈。对。我们就用这个海绵的洗碗布，把那个清清哎。这样是不是就非常干净了？哦，对。所以如果用它这个一键清洗，它是那个。运转的速度很快，马力很足，然后它这个粘在这个钝刀下面的比较粘稠的这些酱啊，它一下子就冲上来了。哦，所以各位你就可以试试看这个功能了。对，好，哦，各位吃吧。对，我们家呢五个大人，他们也算大人了，现在都大学生了。对，哦，我们这样被温迷，嗯，我们十块，这样加酱，哦，这样还可以算20块好了。哎，五个人100块搞定。哦，好省哦！所以真的是这个麻酱面自己在家里吃超省。哎，对，超省的，你会觉得哦，省钱吃起来又健康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接下来来打这个黑芝麻酱喽。啊，对，酱油的爆，有的人爱黑芝麻酱，那你来拍这个。对，那我们就把这个黑芝麻倒进来，放上来。嗨。嗨。哦，超香爆的啦！
哇，各位有没有？真的是超级漂亮的。它的那个芝麻油还 kila kila 的。哇，老天啊，真的是超香爆了。这酱都自己在家里这样自己做就好了。好，那这样子黑芝麻酱，你看这样子装一罐，好油亮哦。对呀、啊，那平常你如果说要做公关，送同事啊、朋友啊，或者是送给家人什么的哈，这样子打一打，这样装罐是很方便。哦，对啊，这样子是很方便，对。对呀、啊，啊，若是要送人，买让这较细罐，因为安尼较紧吃完，比较新鲜。对对对，吃完然后再做再送就好了。对的，对的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做最后一项。蘑菇浓汤，对，那蘑菇浓汤它准备的材料就是有洋葱、蘑菇，然后鲜奶油，这个是高汤奶油、蒜头跟这个马铃薯，蒸过的马铃薯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这样子我们就要先把这个蘑菇还有洋葱先把它炒香。蘑菇洋葱浓汤，再把它放进来。好，60秒。把这里放上去，哇，把它吸下去，哇，哦，看起来好漂亮哦，各位。那我们这个蘑菇浓汤啊，如果说你喜欢有那个蘑菇的颗粒的话，刚刚我们炒好的时候，你可以取一些先出来放着，然后我们蘑菇浓汤整个打好之后啊，你再把它放回去锅子里面跟它混合，那我们在喝汤的时候就会有那个蘑菇颗粒，喝一下。对的哦，哦。好纯，好好喝哦！看，说好蘑菇哦。哦，对啊，而且好蘑菇。那蘑菇香气很重哈、哦。嗯，而且很浓郁、嗯。哦，各位，你这个一定要来试试看。那我们不用放什么粉勾芡，我们就是用这个马铃薯对来勾芡就可以了。对对对。嗯、啊，你看我们从头到尾加的这些东西都是食材。对。买这台蒸子。嗯、哦，这台真的是很好用哎，从上一集到现在这一集，现、嗯、在总共大概20种料理，嗯，哦，每一个都非常的好用，对，哦，而且像人家那种连锁的饮料店啊，哦、摇摇那一对对，还有那个什么连锁咖啡店，它也都是用这个 Brand Tech 在打，真的哎，我们用了之后，我们也发现说，哇，这个品牌真的是好用，对，又有的还在研究你到底要买哪个品牌的朋友，我跟你讲。一起叫来买 Brand Tech 啦。我们从上次买好事多那一台，我们就发现说，哎、欸，这台真的很好用。嗯、啊，这台575进阶款又发现比那台更好用。更好用。所以哈，就是一样啦。就是一样啦，就是一样啦。真的。好，各位，以上哈就是这台575的这个使用变化。对。然后这一台哈，其实说实在，除了好用啊，然后我们吃的又是原型食物，对，省钱又健康，真的。其实为了健康投资，其实是非常值得。嗯。哦，所以我们也是说买了第一台啊，还是多那台之后，它哦，这个东西值得买，很值得买，很好用。嗯。哦，啊，这次帮大家争取这个，大家真的要把握机会。对，而且就是不用说像外面有一些品牌。可能花到3-4万块，光是台球币啊，台币的币。我们这次这个帮大家争取这个活动啊，嗯哦、不管你是什么周年庆、年终庆啦，哦是阿公阿祖生日，还是你阿公圣诞成就，拢无可能有这个价钱。绝对无。哦，你说你要捡超级便宜吼，家己动作要紧，卖方事后个又密我啊，灌爆粉丝页。哦，说啊没有买到啊，还是怎么样？因为这个核弹级的价格哈、哦嗯，厂商原本就不可能无限量供应。真的。哦，嗯、而且哈、哦，大家觉得说你一个人对我一对一没有，我一个人是对你们300人，哎，我还笑你。干杯，他看到玻璃笑。对对对对，有的人还我还安抚你情绪，说什么没买到要家庭革命的。真的，像上次我们不是那个扫地机吗？对。就是影片上去大概7-8个小时，全部卖完，卖光光，不是几十台哦，是好几百台卖光光。对，然后像最近这个真空机也是啊，就是那个现货1000台，这个上面也是大概一天不到就抢光光了，抢光光了。
各位，我们这个真的都是在回馈给大家，不是人家像那种每个月都在开有没有万年团，结果你买完发现比零售价便宜一两百块，黑博商的意思。对，那就没什么意思啦。我们这个就是便宜五千以上，将近一万块。对，真的是争取来的这种超级回馈价格。对，超级回馈价格，所以店了要店买店了。那一米薄的时阵，就真正开水，真正开水啊！为了面膜，真的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最后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抽奖。对的。我们一样抽三台主机，所以各位一样，你要做两个动作。第一个，在影片这次影片下面留言。然后第二个动作，马上把这次影片分享出去。还要分享到你的那个社群 FB 都可以。好，你这两个动作一定要做。对。好，如果抽到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这台带回去。对。好，然后我们三台YouTube 的观众抽一台。一台。好 ，FB 的观众抽一台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我们 YouTube 的付费会员也抽一台。有什么小笼包都可以，或者是你觉得你今天对这台这个搅拌机有什么感想，也可以。对，随便你留。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提高中奖率的人，可以加入我们 YouTube 的会员，因为我们的会员人数不到一百人。会员不是像人家别频道那什么一两千人、几千人，会请来不？才几十个人而已哦。对，有要支持的，奖励会很高哦。对对对，要支持的也可以趁现在。对，好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对的。好，然后各位，我们就下次影片见。对，下次影片见了。好，各位，那拜拜。进去唱哦，无真正若无就无啊。哎，无就无啊。对啊。哎，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看他被割掉大概面。